奇亚籽坚果藕粉今天新开一罐，这款藕粉是目前我认为最好吃的一款，红枣味的，满满登登一罐500克的啊，它是大颗粒，免稀释，不用凉水稀释，直接用开水冲泡就可以了。这款藕粉甜度正常，适合年轻人吃啊，它不适合减脂期间老人小孩吃。下单一桶就给个勺子，给个玻璃杯，下单三桶平均一桶更便宜啊，直接用开水去倒，一定要用刚烧开的沸水。然后这时候就开始给它搅拌，你别看它现在洗越搅越稠，给它搅成拉丝的状态就可以了啊。看里面的坚果，现在藕粉不仅年轻人爱吃它，老年人也特别适合啊，它就是特别养生的一款产品。来口，看我这，全是坚果。